的股海大丈夫，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永诚国际投顾陈建诚分析师。建诚老师好。田君好，忠实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又到了一个月的尾声，今天八月三十一号，亲爱的好朋友先问问自己，这个月你赚钱了吗？跟着建诚老师，我们就是富贵稳中求，您可以拥有您值得拥有的稳稳的幸福。这个月光是昨天联茂蹦涨停板，今天再来挑战百元关卡，今天来到996咯，一张2万的幸福。今天那个台光电听到我们在酸他，所以今天投信赶快先改拉台光电。是是是，好，那为什么会先拉台光电？做账。做账，因为那个台光电是投信满手的哈。是。他今天拉起来哈，就是做账啦。那可是同样是做账呢，我们跟你讲，我前两天跟你讲说，你小心做账变结账，对不对？哪一支？我只知道我们的成概股这到今天结算每一张2万3万的幸福。我们先来讲那一档技嘉。好，2376的技嘉老师从七月底7月26、7月27就提醒大家，你要小心留意哦。技嘉如果当它变成一个人的零售，小心做账变结账哦。AI 本来最强的是它，对，一直撑住整个八月，对不对？华硕跟技嘉，然后报纸天天消息放，对，我已经持续，其实我已经算是很有良心的分析师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员没有技嘉嘛。我们会员早就没有技嘉、伟创这些股票，这些 AI 股，可是我还是持续帮你做怎么样？忠实报道，只是你要信不信而已。对不对？对。我说投信在月底高档买满手的股票，或者大量敲进的，就是为了做账，盯到最后。对，可是做账，有没有会变结账？我说做账的结果就会结账，你股票买上来，你总是要有人跟着追啊，要下车。如果没有呢，那货要倒给谁？所以这个是技嘉最近的，你看到说投信天天买天天买，你就觉得说哇，那投信后面还要再做一波，最好他还有钱。但是前面其实外资已经一路慢慢卖，你有没有发现？我说大人买总要有人倒嘛，对不对？所以现在外资投信买，外资不就趁投信再买的时候给他倒货吗？那今天的伟创都破底翻呢，最后是因为 MSCI 的那个季度调整，对不对？因为今天伟创破底翻嘛，最后翻，可是技嘉下来啊，有没有？反而今天它变成整个 AI 族群里面比较弱了，对，对不对？对，因为它尾盘最后还居然还掉下去了。好，341有没有？今天341是跟昨天，你会发现这一波高一直没过。投信一直买，对，就连这几天投信天天大买，就是没过啊。最后呢？好，高跟低一差两三万呢，对不对？啊，我们是一档一档两三万赚进来。你这个月，这个月其实严格来讲，你如果是在月初拉回去布局技嘉的，你中间不要冲来冲去，其实你还是会赚啊。是的。可是如果你是卖了又追，卖了又追的话，对。赚不到什么片头，那个账怎么算我就不知道了，你要自己算清楚才知道你有没有赚，好吗？好，另外呢，来，我这几天持续跟你追踪的，对，我持续在跟你讲，好吗？好 ，USB 4.0前两天是不是 USB？ 伟全电通家冲两根涨停，有没有？对，很强。我说陈盖威风，谁与争锋？我们的股票不求涨停。一开始也许没有涨停啊，但我们涨不停。其实这几天它也没涨停啊，但都涨不停。可是每天涨，也不差嘛。是，威风。我昨天我是不是很老实跟你交代，这档威风我们怎么操作？6756的威风，好。这档威风是成概股，我相信好朋友都知道。然后我们来回操作它多少趟了？最近的话呢，看来你有没有看到？光这个礼拜两根、三根，本周三根到怎么样？前波压力了。好，那故事来了哈。故事是什么？故事就是我们跟你讲说，有低堪买，只需买。八月十七还在提醒，有低堪买，只需买。非 AI 科技股，对不对？我说你要来买，现在抄底转机，有低堪买，只需买，因为这段时间没有人敢买嘛，就我敢买嘛。那你看到了吗？你敢跟我去接低阶的，我看好股票，它都会回来，它都会上来，所以你敢跟我低接，这三根你赚到了。对，然后三根完，到压力的，难道你现在才要来吗？你就是差。难道你现在才要把你的 AI
停损，然后再来买它吗？那为什么当初你不跟我买它？两百以下你可以接、哦。你当初八月中你把我话听进去，甚至在辉达财报公布前后，你的 AI 都还在高点，你可以卖到很漂亮的价格，然后那时候你来低接。我是不是上礼拜就告诉你狸猫换太子？对，我没说错嘛，抄底转机。所以你那时候就跟我来狸猫换太子，你是不是可以买在这？是，没错啊。那现在咧，今天一张两万，至少你如果你用195到今天226，那三万，对，两到三万的获利，就三天嘛。是，就这个礼拜，你看完分享会你进来，这三个你都赚得到。对，分享会礼拜天，今天礼拜四，对，礼拜一进来，你都还可以买、啊，你都可以赚到。对啊。就算你分享会前 你就多报个几天也不差嘛，就到今天你看，所以两到三万整个八月以来有比较差吗？我们一档一档，你刚刚看了联茂、威风电一档一档都上去，还有这个月还有什么，还有升达科啊，来细创啊都有啊。好，升达科讲到了点到了3491升达科、啊、那我们就直接帮大家看，老师讲低轨卫星讲两个礼拜，3491位是跟你追踪十天的对不对？对，从八月21开始低轨卫星，好、哦、应该是八月中就开始跟你追踪了嘛。哎、欸、你不要看他不红哈、哦、他默默的中日前前的，你不要看他不红哈、哦、你不要看他不是红 K, 天天上上、欸、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收盘价一直在创波段高，是没错。有没有收盘价？一直在创波段高，从140之下。因为昨天收盘是在这一根横的，对不对？对。今天收盘是在这一根又往上黑的下面，又更高，还是比昨天这一根横的高。高。所以收盘价一直在创波段高嘛？在过去这一个月来，在过去157了，对，一定要涨停吗？涨不停。我宁可它涨不停嘛。又两万了。对不对？我宁可它涨不停。那你看啊，是不是投信有每天来买一点买一点啊？是，他是默默中日前前买。因为投信，你有没有想过？老师，投信是阿呆吗？他每天用3000多张，去买技嘉都没办法喷涨停。对，如果3000多张，这个就来搞这一个升达科，那不直接就涨停了？那为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因为投信这几天是在月底做账。他一定要把他手上现有之前股票最多占他整个基金规模比重比较高的，他要想办法去 hold 住他，盯住他的净值才会比较漂亮。好，如果他现在升达科的部位不高，他来盯升达科或者即使涨停啦，对他净值的贡献度不大，因为他部位不够大。懂了，我就坦白跟你讲，老师讲好直白。对啊，但是我需要带你去蹭投信现在已经满手的股票吗？我不是这一个月我用元泰跟你讲好几次，去年八九月的元泰，对，投信就是硬把它撑在250，对，240，到最后，对不对？我们再来讲一次，好，有些人都是后面才不小心转到看到我们新朋友啊，新朋友8069的元泰。好，投信一路盯盯盯盯盯，但盯到最后呢，最后他说他要下车的时候，谁来接呢？好，然后接下来那一段你就会发现，哦，去年你们股龄有一年以上的，你们大概知道这档元泰去年所有的科技股，包括现在很热的 AI， 那时候连都是杀破底再杀破底再杀破底，连四星 KY 都跌到500多，没错，创意300多，对不对？对。独独就这一档元泰，一个人的武林，不管是外资跟投信，一个人的武林就在这。对，可是到了十一月，到了十一月，去年十一月，很多科技股都从底部涨上来，都20-30%，甚至50%了。结果元泰就开始往下，就投信就一直往下砍。为什么？因为他要满手的元泰，对，他只好鼻子摸摸，没有人要接的。对。鼻子摸摸，一路往下砍，然后再去追其他 A 的其他科技股。科技股，那同样啊，现在其实历史又在重演。你有没有看？他历史哈，现在他又在重演一遍了。对，这档元泰有没有 ？Last year once more。今年他又把它拉到240，又一次了。拉到240是谁拉？还是投信拉？拉完这一次，他又在180，又持续在砍，都是1000-2000张的这样砍呢。是啊，
不手软呢。那你不担心有一天会变成砍技嘉吗？我话就说到这哈。懂。我无意去攻击。你任何人手上有技嘉的，我只是照我的观察讲给你听。讲真话，讲实话。对，那你愿意相信也好，不愿意相信也好，你手上有技嘉的人，我诚心希望他大涨到400、500、600，让你们都赚到钱。我诚心希望我讲的一点都不准。我说真的，因为我们在股市里面，大家都是拿血汗钱来买股票。真的，就好像我上这个月月中，我告诉你说广达、这个伟创这一些东西，对不对？你不要再去追高。我也希望它涨到200、300、400、500，让你们大家都赚到钱。可是股市就是很现实的，很现实，很残酷的，筹码说了算。是，好，所以道理很简单嘛。你看这段时间这两天，记忆体。记忆体是不是消费型电子比较多？是，没错，对嘛？你看微钢，3260的微钢，这两天它的表现是非常的强的哦。你看今天，哇，大涨。从昨天开始，它就已经开始表态了，今天再来大涨，它一样也是底部啊，对，山头斜照底部的股票啊。你抄底转机的话，这个是八月，八月以来微钢的走势，八月初在这边。这两天你抱得住，我觉得做股票就是心理算，你不要做短线。我说真的，做短线你赚不到钱啊，你不要不相信啊，因为你赚个3-5千，你看不对，你又要停损，你也是几千块去停损掉，你都是在1000、2000当中求生存，很辛苦很累。但是呢，这两天你愿意三头斜照跟我这样子买进，八月以来，以今天的收盘，那它又是八月以来的最高价，对啊，是。换句话说，你在八月今天以外的哪一天你去买都是赚，你微钢都是赚呢。是的，有比 AI 差吗？没有啊。没有吗？对，对不对？没错。差别在哪？我早就跟你讲过， AI 不是不好，是股价的基期在山顶了。对，有没有山顶上完有谁能赢吗？底部进场不赢也难，这就是底部进场啊。是你超低转机，群联8299的群联也是在低点，来一样，一样也是八月来的，八月以来，如果你买群联，就算你八月初买在这边高点，今天你都赚，对，都过去，你都赚哦，可是有没有人往下破底的时候，你把它砍了，然后去买 AI？ 买 AI 呢？你砍停。去年你停损一次，然后你去买 AI， 你又再套一次，永远这样子操作怎么会赚到钱？不会嘛？可是我跟你讲，稳中求啊，我没骗你，没骗你呢、啊。你跟我好好抱着山头斜照，我早就警告你了，我就提醒你哈、不要做短线。我说股票，如果你两个礼拜、一个月你抱不住，你怎么奢求自己要能够赚大波段呢？哎，去年这一波从450、350，到今天42几，一张70000我记得这个好像会员是不是也有？好像在400之下的，对不对？我有个清代的，他手上原本很多群联，他喜欢群联，对他原本很多群联，他群联他在3字头，他有十几张，他那时候在前一波这边。我带他卖光了，是。后来这一波下来，我带他开始往下减，减在400之下。我记得他是买39多，好像398、395左右。哦，有数字啊，398这边398小接一张，对不对？对，在8月2号、3号的时候，月初买，我这里这个月我就是都不动，我放到现在一张。还是可以倒做2万呢、啊？是啊，有没有？你看操作都是真实呈现哦。那你如果370再去接一张，今天到420，那光370那一张，不就是4万了吗？所以操作股票就是这样、啊，对，看好，然后来到甜蜜区，来低阶你都可以赚得到精彩的稳稳的幸福。这是刚刚老师跟大家分析到了记忆体。来，再来，都是消费型电子哈，对，对不对？我6日告诉你说，抄底转机股都是消费型电子嘛，没错，
对不对？从上礼拜，我就告诉你说，消费型的电子下半年回温，所以台积电、环球晶跟你做举例，有没有？有。好来，细创，8016的细创，哇，它很争气哦。今天再来一个甩尾，我是不是天天讲？来到250了，是不是一样？真的天天追踪，每天越来越高，对，越跌越高。它也是啊。20里路，每天走稳走好来，这一个月这样子一直走上来。可是这种股票不吸引你，为什么？因为你要那种涨停板、涨停板的，你才会注意到它。股票为什么要做那么刺激嘞？我宁可它每天涨不停啊，因为涨停板好像隔天就被人家卖下来，很容易。很多涨停板都是短线客去追，一天一根两根没了，对不对？你就赌明天会再开高，你就要走人了。这种股票做得好累，而且你也做得怎么样？胆战心惊啊！对，我也会这么样说，因为我妈以前是这样子啊。对，每次我有时候妈打电话说：“哎，我叫你哈，对，做一支我去六涨停啊，叫你开光我就给卖掉啊，涨六涨样开光，好累哦。你如果没有卖掉，它可能就下来，对不对？因为现在很多隔日冲嘛，而且一早开高就砰砰就没了。”所以那个好压力好大，你看哦，细创老师天天不离不弃帮你追踪，220到今天250，250了，对不对？3万，250了，就是3万，好，有比较差吗？没有，你觉得它比技嘉差吗？我不觉得哎，而且，我的会员做这一支，我不跟你讲，他可以很放心的去怎么样？出国度假啊，出国度假，去日本啊，去欧洲啊，对不对？这个你看，他不用担心，怎么突然就一个跌停？今天不是那个微影啊，6669，不是 AI 很看好吗？对，怎么今天就突然要杀一个跌停？对，哇，1000多块的股票，那个跌停那个压力很大哎。是，可是我们怎么样？好股票选着，然后可以看风景啊。是啊，轻松愉快赚，一样是面板，一样是面板驱动 IC， 对不对？瑞鼎3592，瑞鼎也是一直帮大家做追踪的哦。是不是这一段时间持续追踪？是。今天来到322了，300以下你都可以滴滴的接，来一样啊，一张又是2万，是不是投信来抬轿了？是，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说三头斜照，对不对？买低阶甜蜜区的好股票，你们破底都不敢买，我超喜欢破底的。对，比如这一档瑞鼎，这段时间是不是杀到300以下？很多人哈，喜欢做技术分析哈。看到300啊，整数关卡一破，停损。你一停损完，正好我来接，我就接停损了，真的。接完之后，接完不是慢慢上来了吗？好事就发生了，就破底翻啊。是，然后就光是这几天又2万。所以股票哈，我早就跟你讲，不要去看技术分析。如果技术分析可以赚到钱，对，我就教我女儿不用去考北一女了，对不对？就这个时候就好好吧。技术分析，你现在要考北女，你要考台大，你知道那个像那种三类组书要读很 多，你知道吗？辛苦，把那个时间就拿来 K 技术分析的书就好了。他不早就大富大贵了吗？所以不是这样嘛。公司要配合他的基本面、经营面，好，产业面、是景气面来看，技术分析会告诉你景气吗？没有，技术分析会告诉你现在哪个公司偷偷接了大单吗？对。等到你知道它早就涨一波了，因为一定是内部人知道先买好啊，对，对不对？那他们怎么买？就趁你不要的时候来买啊，或者更无良一点，放个假消息让你把股票掉出来，对不对？放个假利空把你股票全部倒出来之后，他可以买更低，那你看到没？今天哈，今天这一根算比较大根的啦，有没有？月均直接都站上了，你们要看均线，那我就跟你讲均线啊，是不是？那这一档这样默默的上来又是2万，又是2万了嘛？对啊，我们刚从节目开始到现在，每一档2万，随便一档那就是2万，2万，这都是一张哎。对啊，连帽几十块钱的也是一张哎。对啊，连帽2万，然后威风电2万，细创2万，然后瑞鼎2万，然后还有刚升达科2万。亲爱的好朋友，我们是富贵稳中求哦，稳稳的幸福是这样子赚起来的。来，我们现在手上有几个班，都是开放。最近跟你讲台积电专班，是因为有些人他喜欢想做台空台积电航空母舰舰队群里面的供应链相关上架。那我们就是这个班专门开给你，只做这一部分的专属专属。那其他有飞龙班、全雷达班，不同班别。我刚讲那一些，就是我们其他班的股票。如果你想要跟我们
哎，富贵稳中求，富贵稳中求的，你不是你不喜欢盘中，我还要这样上冲下去，甚至老师，我已经不想再看盘了，看到我眼睛老花更严重，精神好，对不对？我宁可去喝咖啡，对，对不对？聊是非，聊八卦，去下棋，风花雪月，想去旅游，很好。昨天有个就跟我讲，我每次就把他领到股息，我就去日本。昨天有个大姐，好棒哦，啊、棒哦，这样不是很好吗？是啊，人生这样不是很好吗？你也可以拥有，加来。来，直接利用广告时间，嗯哼，哦，直接赖加进来，或者电话直接拨通。OK， 各个班别自己来做询问，加来拨电话喽。来，我前两周对礼拜六、礼拜天的分享会哈、嗯，我跟你讲抄底转机嘛，嗯，所以我跟你讲了一些 IC 设计是，哦，那你看微风电啊，是有没有 ？LED 顶啊，这些都涨上来了嘛，嗯嗯。中间还有一档哈，嗯，我这边我就先给你看了，嗯，全讯，啊，哎，今天很强，对你去看它的股价，如果你礼拜一去买，还有160、170以下，嗯哼，昨天到多少？嗯，187，一张又一万，也是两万，将近两万，也是将近两万啊，也不过才短短的三天，好，三天的时间，嗯，这一段影片哈，嗯，如果你上礼拜六、礼拜天你没有看的，如果你要。我们可以把连接贴给你，问服务人员。好，你加来来要，好不好？问服务人员，我们限量免费哈，还是给你哈、嗯。来，国巨呢，就是我这一次在分享会，嗯、我讲到的一个其中族群是被动元件。哦，被动元件，嗯哼，老师，这个时候谁跟你讲被动元件啊、嗯？那不重要，没人讲无所谓，嗯，它会涨就好了。嗯，礼拜一到现在，嗯，371。471到今天，到今天48快490了，对不对？488左右，那一张有一万，对，所以我才讲嘛，所有的分析师都在办、嗯、分享会、嗯、我的你一定不能错过，嗯，上个月六月初的 COAS 星云万论都涨一倍了，还有散热啊，那时候讲散热，第三代半导体，那这一次呢、嗯、一样啊，嗯，好，一样哦，我们拭目以待哈、哦，对不对？眼睛擦一擦，拭目以待，你就可以知道我的分享会后，我的股票会飙到什么程度。嗯，而且老师都是预告接下来未来会涨的题材个股。那我这两天呢，我各个班哈、嗯，我陆续布局这几档股票。九月全新九月到喽，来新标的来了。第一档哈，电源管理 IC、嗯、三头斜照，好斜哦。我已经跟你讲过，我绝对不带你追高，我都是买底部的三头斜照。好，今天3.5哈，涨3.5。才刚站上月线，是、哦、真正的三头斜照、嗯。来，还有一档 AI 医疗碳权概念股，这一档是新的哦。哦，全新的，一样哦。今天涨1.9块，2%多。来，一样三头斜照，是。好，这之后我开牌现行都可以给你印证。嗯、来，第三档无线通讯大厂的、嗯，一样三头斜照哦。今天涨7块哦，厉害哦！高点的话涨了5%哦，嗯，底部才刚开始，你都还来得及。你要跟我这几档的，你赶快来。好，来全新的九月，全新的开始，直接加入 LINE 群组来询问班别，电话直接拨通。感谢建成老师，那我过来当陈建成带你富贵稳中求。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